新浪娱乐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倩。现在就在拍一部现代戏，在上海拍。对，因为之前刚结束了一个古装的戏，所以现在变回现代人，觉得特别的开心。那粤语你拍到了，那不知道孙倩自己喜欢什么样口味的粤语呢？我喜欢蛋黄的。那有没有比较难以接受的口味呢？难以接受的，都还好吧。对，但是我经常会吃的就是蛋黄的，对，其他的都不太会去买吃啊，除非是别人给我。那平时是怎么了解时尚的？平时是通过网络啊。那你有固定的自己的时尚风格吗？没有。还是说会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鞋子？我是比较看心情的那种，对，不会固定我要什么，但是首先是我要舒服。平时看起来身上造型都还蛮酷的，都是自己搭配的。对。那到了秋冬了，那冬季有什么一些比较新水的单品可以推荐给大家吗？我觉得现在天气要凉快了嘛，所以就牛仔外套比较实用，然后牛仔像牛仔背带裤啊，然后牛仔外套啊，牛仔衬衣啊，都还比较实用的，而且是我比较喜欢的。那下面是我们的速客问答时间。第一个问题，早上起来首先会做什么呢？喝一口温温的蜂蜜水。那最爱的早餐呢？没有，小米粥。平时会做些什么运动？会健身啊，或者是拉一拉筋之类的那种。那对自己的身材那部分还会有一点点小不满意的吗？整体都不太满意吧。看你平时其实还挺爱自拍的，那能跟我们分享三个最常用的自拍 pose 吗？自拍 pose 啊，pose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啦，重要的就是角度，就是人脸的45度角，我觉得最好看。那平时工作还蛮忙的，那如何去释放一些工作压力呢？我的方式还挺多的，比如说吃好吃的呀，或者是去逛逛街，或者是有条件的话就开车出去兜兜风啊，散散心，或者是就在家里面睡一觉。那如果给你3天的空闲的时间，你会用来干什么？3天空闲的时间啊，回家待3天，然后待在家里面不出门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有什么想对一直喜欢你的粉丝说的吗？就是很感谢大家一直这么支持我啊，你们就是我最坚实的我的后背，所以呢，我在前面一定要美美的、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把我最美的一面给你们看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。我要去工作了。